庆祝农历三月初三地野生，宜兰罗东镇公所举办了一年一度办斗大拜拜活动，在今天上午8点席开了500桌，开放了民众以3000元的优惠价格认购。一大早呢，有不少人顶着细雨在镇公所前大排长龙，有民众在前一天下午就和家人轮番排队，还有83岁的阿嬷整整排了17个小时，直呼真的太抢手了。不过呢，也引起了部分民众抱怨，说雨天主办单位没有设置遮雨棚，加上呢已经抽签号码牌了，却还是要继续排队，实在很不方便。